看什么？这案子全靠你们仨，咱这个三叉戟又立一功，咱呀也庆祝庆祝。哎呦，这好东西，忘恩负义！老哥哥，我敬你们三个一个，来。老夏，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后勤工作也很重要啊。我开车，你喝。我呀，没干啥，你们是冲锋陷阵的，是吧？喷子，你觉得老夏就是搞好后勤，给咱们送送饭这么简单？咱们这个侦破方案啊，韩队根本不同意，他就跟刘局说把咱们换了。是老夏去找刘局，拍桌子立军令状，说咱们三天要破不了案，他就脱警服。你说这干什么呀？老夏，经理。哎，老夏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呀？你说当时你们都专心破案，我再跟你们说这事儿，不跟你们添堵吗？老夏，你说我们这案子万一失手了，你还真脱警服啊？哎呀，我相信你们仨，你们三个各有各的能耐，我呢没啥本事，但是作为老大哥呢，帮你们兜个底儿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你们不要有顾虑，只管往前冲。这别人不知道你们，这我知道啊。你们三个在一起，绝对不会有错。你别管什么案子，都不在话下。老夏，嗯，有你在，我们三个就踏实了。来，咱们拿这方便干一个吧。来，齁不齁啊？喝就完了。这么多天，我就盼着这碗面呢。来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这儿除了洗澡，还有什么服务啊？啊，我们这儿的服务呀非常齐全，关键看您需要什么。都有什么呀？有中式按摩、泰式按摩、经络疏通，地方养生，够全的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二楼还有自助餐厅，每天晚上8点呀有二人转表演，您可以边吃饭边看节目。有没有大伙？您说这大活是什么意思呀？小点声。就是特殊服务。哦，明白了 ，VIP 服务呗。VIP， 就是全套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有吗？哎，有，在3楼。不过呀，您要办一张20000块钱的 VIP 卡，才可以享受得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您办一张吗？现金、刷卡、微信都可以。下回吧。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刚到。啊。哎，静怡。赵总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男朋友送我。啊。那行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公司那个总经理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我是你的什么？哦，我在公司都说我有男朋友，免得有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男女冒充一下。是这样。怎么了？不行啊？行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我啊，那个摄影师都等着急了，咱们得快点了啊。三叉戟，当年你要在警察界，那都是老前辈，啊，破过好多大案子。哇，蔡师傅，怎么样？搞定了，3楼 VIP， 是不是挺简单的吗？你们搞不定。那 VIP 我们看过，正常的。正常的，那服务员说里头有特殊服务。
之前跟消防临检的时候，我们上去检查过，就是一个一个小隔间。你们这么查，当然查不出来了。所以才请您出马了吗？20000，得办他们的 VIP 卡。不是，就这个。行，这20000我花了。那今天也不行了，这天天去容易引起怀疑啊。嗯，就是这两天呢，我得抽空写检查。哎，喷子，我在外头呢。好，我一会儿到。蔡师傅，嗯，那您看后天行吗？行，我好人当到底。不过今天呢，就这样。棍子和喷子呢，约我吃饭。一块儿吧。哎呦，我就不去了，好几天不着家，媳妇该跟我急了。哎，那你们约哪儿了？要不然我送您过去。要不然呢？我自个儿打车去。我送您。哎，你别那么僵，你动动动动，扭点。我觉得特别好吃吧？你看。在这儿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是吧？是不是特别女人？我好了。我这样行吗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啊，没问题，特别好。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跟了你一路了，都到你家门口了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呀？哦，进来。你就住这儿啊？对，这还有个送快递的哥们儿，所以比较乱。你坐。胳膊好些了吗？没事了。你为什么突然不理我了？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别问了，我这几天比较忙。是不是董虎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别问了，我也不想说。彪哥，你是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朋友。算了吧，我不配做你朋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放心吧，董虎他管不着我交朋友的。可他管得着我。你不知道你爸做什么的吧？他不是搞金融的吗？他搞金融。他呀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彪哥，他是干什么的？算了吧，你自己问他去吧。总之啊，咱们以后还是别来往了，就当我求你了。我困了，我先睡了。汽水。哎，魏涛，你们怎么来这么晚呀？哎呦，别提了，
主政委给大伙开会呢，把咱们探组当成反面典型了。棍子请客啊，随便点。小吕，你去点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个楚东阳太不像话了，竟小题大做。本来背头想退休之前再往上窜一窜，替他复出，这下好了，立了个功又受了个罚，正负相抵，得白忙活了。哎，又不是头一回了。我觉得你还是有立功的机会的。这个洗钱案子坑深着呢，肯定能挖出不少事儿。来，背头。真没必要替我顶这累。你瞅瞅，我还不落好。我不是不领你情啊，我是怕耽误你。你说你盼着提复出，盼多少年了？我不是比你年轻吗？你这眼看着快退了，再让人弄个降级，算怎么回事？干了30多年警察，就说咱不图这个，这口气憋的。嗯，说的有道理。棍子，你跟花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上回在审讯时，我可都听见了你跟董虎的谈话。怎么你们闹矛盾了？别提了，说说呗，说说。董虎把他闺女放在花儿那儿让花儿照顾，一个多星期了，一声招呼没跟我打。花儿那饭店新来的姑娘是董虎的女儿。对。哎呦，妈，这事儿是花做的不对，你是得好好批评批评。你少在这儿拱火。别人我不管，偏偏是他董虎，他什么人呢？我跟花说多少回了，离他远点儿，跟我弄这么一出。最气人的是，花也骗我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动不动就炸。我看花就是怕你这个，才不告诉你，省得麻烦。他骗我，我不搓花。后来怎么着了？吵了一架，吵一架就完了。你还动手了？那不能，打女人还叫男人吗？华姐，嗯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坐吧。什么事儿啊？董虎。他到底是干嘛的呀？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们公司就是金融啊，什么财务之类的工作吧，我也不太懂。可是我看他手下那些人也不像是搞财务的呀，反正看上去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你看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你是好人，花姐。哎，我发现你怎么不管他叫爸呀？直呼其名，没有规矩啊。他也没尽过当爸爸的责任啊，我凭什么叫他？那你妈妈在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他的？我妈临去世前就是说让我来平安找他，说他会照顾我。其他的也没说啥，所以啊，你妈还是不放心你。你看看，你爸还是照顾你的，你叫他一声爸不亏。本来我不想来的，那后来怎么又来了？就挺好奇的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不像是个好人。他是好人坏人不重要，对你好才最重要。我觉得花儿说的没错，花儿什么人我们都清楚，仗义、热心肠。董虎这事儿，还是不管了，他就不是他了。你赶紧给人道歉去啊！我去，心里这劲儿还没憋过来。那你想没想过，人家心里舒不舒服？这么些年了，你也没给人一个名分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不痛快。他也老大不小了，这么多年守着你，从没有二心。
这事儿吧，以前是我有顾虑，我干刑警，我接触的都是三教九流，谁不认识我？我抓的那些人判的都是重刑。你说万一啊，有个出来的想打击报复一下，因为我给花儿惹个好歹。我觉得你想多了，警察的媳妇儿谁敢动？再说你后来不都去派出所了吗？我最烦心的就这事儿，现在反过来了。我求他领证，他不愿意。为什么呀？花儿说呀，他开着小饭馆，接触的都是三教九流，还有董虎这么一门不省心的亲戚，万一惹个事儿，怕拖累我。和我们商量好，等我退休就领证。那现在不是有新规定吗？工龄到25年就可以提前申请退休吗？领了证，我带着花儿，我们找一个海边的小城市，青岛、大连也行，太大了。杭州，杭州好，杭州不靠海。杭州怎么不靠海呢？杭州千岛俩要爬从海里边过来了。小城市开个大排档，啤酒免费，管够。到时候我们天天找你玩去。啊，就是就是啊，生蚝管够就行。这啤酒配海鲜可容易引起痛风。我网上看的，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情商差了点。静怡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精牌的模特了，都不用修片了。太会说话了。真的，你要是去当网红，那绝对是吸粉无数。静怡，耽误你那么长时间，谢谢啊。怎么谢我？那我改天给你做饭吃。是，做的饭我吃的还少吗？哎呀，被你那么一说，我真的饿了。你们管不管宵夜的？管管。一会儿我就带你去吃啊，小飞一块儿啊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回家带孩子啊。我一晚上喂三回奶奶。啊，你真不去了？不去。那我先去卸妆了。行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榆木疙瘩呀，说你呢。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静怡喜欢你看不出来？有吗？有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种情场老兵的经验，我告诉你，一个女孩她主动跟你提要求，那基本上就是喜欢你了。你还跟个傻子似的，不知道主动点。你不知道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说话都很直接，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。行，你不听拉倒啊，我走了，回家。我最后提醒你一句，这么好的女孩，把握好。下次还有这事，你记得叫我啊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你平时爱看动漫吗？不怎么看，但是我小时候看过。要是有好看的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呗。没问题啊，别的我不敢说，这方面我是专家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专家。咱俩吃啥呀？你甭管了，包你满意。怎么样，环境还行吗？哦，好香。啊，这家店的菜特别好吃，有几个特色菜我点给你吃啊。好。哎，崔叔叔他们。哎，姐姐。走。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走。小绿，有没有女朋友？警校不让谈恋爱。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？我喜欢人家，但是人家不太喜欢我。嘿，真是一老实孩子。给你个任务，哎，您说，帮个忙，给花姐道个歉，徐师傅抹开面子。不是师傅，这我哪行？锻炼锻炼嘛，你就当是演习了，为你以后啊找女朋友啊打个基础。对，就是就是，师傅们呢，不但要管你的工作。还要关心你的生活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小吕，甭听他们的，咱俩喝一个。等一下，你去过杭州吗？杭州靠不靠海？小吕，杭州靠海吗？要不我百度一下？嘿，
孩子，没学过吗？杭州不靠海，来来来，敬你招驴。你干嘛那么怕你爸呀？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他们说了啊，今天晚上排班加班呢。为什么呀？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要跟他们说了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不至于，你又没干什么坏事儿。你觉得我跟他们说 cosplay 二次元，他们会理解啊？那是不理解，但不理解你可以慢慢让他们理解嘛。我是觉得吧，等我做出点成绩再说，要不然的话这事业刚起步就被扼杀在摇篮里。就是因为你事业刚起步，才更需要你家人的支持和理解。咱能不聊这个话题了吗？啊，是。进来。赵总，您找我。啊，景怡，来来来，坐。哦。坐。这个月。你的业务成绩我看了，嗯，非常好。我决定提前结束你的试用期，下个月转正。真的吗？啊，谢谢赵总。哦，对了，公司另外给你安排了宿舍，你准备一下搬家吧。房子在云海国际，一套单人公寓，面积不太大，但总比你和两个人合住挤着强吧。这也是公司对有前途的员工的待遇。谢谢。对了，还有，公司给你配一辆车，你先用着，方便一些。啊，是转正都会有这个待遇吗？嗯，也得分情况。不了不了，嗯，不要了，我无功不受禄。你误会了，这是公司呢出于业务考虑给你配的，车呢是 C 级的，不太值钱。你想啊，你出门去谈合同、见客户。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，总不能让你坐公交、挤地铁、骑共享单车吧？啊，那也太掉价了，显得咱们公司太没实力了。明白。静怡，知道公司当初为什么招你进来吗？就是看中你在那个求职节目上的表现。啊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你在电视上那个。众筹创业项目的计划呢，公司正在积极的论证和筹备。是吗？那个项目要启动了吗？这个项目对于公司来说呢是全新的，但我认为呢很有前景。现在呢要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，再上董事会讨论研究。但我个人认为啊，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如果这个项目一旦启动，你要知道啊，你作为这个方案的最初的设计人。一定会得到公司的重用。嗯，崔师傅，这可是我们哥几个自掏腰包凑的钱，今儿可都压您身上了。崔先生，您的卡请收好。今天就能用，全套的。没问题。VIP 豪包一位。哎，先生，这里边有人呢，您的房间在前面。哦。先生，这就是您的房间，您稍微休息一下，技师马上就到了。我已经到三楼了，你们做好准备。请进。先生你好，我是369号技师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要干嘛？为您服务啊，您不是要全套吗？
你们这个拳套是什么拳套啊？360度无死角，中式泰式帝王经络拳套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正规按摩？那当然了，这是我的职业资格证，您看看。那什么，不用了，我还有事。哎，吴志先生，我手法绝对一流，您体验一下来。要不要搭车啊？静怡。哎呀，要说这个大奔啊，坐着就是舒服。你们老板不错，有眼光。给辆车就有眼光了？说明他重视人才啊，这样的公司才有前途嘛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，给干妈和三位叔叔买了点礼物。有你的，在后面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袋子里。谢谢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哇塞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呀？拿人家手短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一会儿回去跟你爸妈坦白。坦白什么呀？坦白你现在在做的事业啊。他们不会理解吧？你不说他们当然不会理解了，你说他们老爱管着你不自由，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积极争取过。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。有我在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出来了，不出来怎么着？请你们进去一块按摩啊？不是，有没有猫腻啊？有，肯定有。嗯，打着特殊服务的暧昧旗号，搞高价按摩啊？不过这事儿归物价局管。哎呦，给我这通捏的，不是，你别说，还挺舒服。这么说。真是我们搞错了，这耽误功夫不说，钱也白花了。谢谢你们啊，请我按摩。那您就一丁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都没发现？我说你呀，还是指标心态作怪，非咬了一块肉不放干嘛呢？好，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。这啥？您自个儿看吧。前几天我们在五星级酒店抓了一个失踪女，这姑娘今年才14岁啊，跟我侄女一般大，初中都还没毕业呢。根据这姑娘交代，她是被人从西河市骗到咱们这儿来的，一来就被安排进了这个天海大浴场，强迫她卖淫。根据她提供的情况，我们在浴场三楼发现了一道暗门，可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里边就已经撤了，什么都没发现。这几天我们派人轮番的暗查，换了好几波人了，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。所以这不是想到您了吗？这一方面呢，是您的办案经验比较丰富；再一方面，您是个生脸儿。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，早怎么不给我透这个实底儿呢？办案纪律嘛，您理解。那我也跟你说点实在话，就这个浴场从大门口到更衣室全都安了监控探头，一般人很难发现。就你说的那个暗门我也发现了，但是现在已经被封上了。
你们现在抓了这个女孩，应该已经引起了他们的警觉，所以不管你们是明察还是暗访，估计都很难有收获。不过，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，我答应你，再想想办法。我一干预审的，非抓壮丁，让我去顺案卷，好家伙，弄得我现在满眼直冒数目字儿。我是真羡慕你们跑外勤的呀。跑外勤舒服呀、啊。我们查的尽是些小老板，都说自己是被银行工作人员给骗了，缠着我们，让我们还钱。哎呦，多不容易啊！这几天大背头不知道干嘛呢，停职反省了呗，还能干嘛？猫在家里头写检查呢。我听说郭局从省厅回来了，要不咱们去找找他，给大背头求求情。这点小事儿，麻烦领导不值当。再说了，他自个儿都承认了，郭局也没辙呀。怎么了？花儿来的信息，让我上他那儿吃饭去。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跟这儿渗着了。这不吵架了吗？好几天没说话。哼，你还生气呢？气性够大了呀你。气我早就不生了，总不能他一招呼我屁颠屁颠就过去吧？晾他两天。再晾，没准就凉喽。你不怕呀？在咱们这个中国汉语里头啊，对不起三个字儿有很多种表达方式。你比如说，男人之间要说对不起吧，那就是都在酒里头了；女人之间呢，走，咱们逛街去；两口子之间那就是过来吃饭吧。你的意思是花给我道歉？哎呦，这家伙那德行！是啊，人家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要再不顺着坡走，真就成大倔驴了。那行，你跟我一块去。嗨，我去多费电。费电？我跟你去，1000多瓦大灯泡跟那杵着，你掏电钱呢。你赶紧去吧。你平常这人就干净利索脆的，怎么这会儿都磨磨唧唧的？赶紧走吧。你买单。你媳妇提多少钱？嘿，我没说什么呀。来了。嗯。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弄。不用。你先坐。那天的事儿。咱们就算翻篇了，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。既然你今天有了这么个态度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当然，那天我的态度也不好，跟你道个歉。不是你等等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都这个意思了，那我也得意思意思。我什么意思呀？你这就没意思了。你一大老爷们儿。你还不好意思了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行了，咱俩别打哑谜了。我听你刚才说的，还是你不跟我计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不是你主动跟我道歉，我今天是不会让你来的。我主动跟你道歉？这是不是你快递来的？这是不是大棍子的意思啊？这小子还挺别出心裁的。这不是我的。怎么着，当着我的面你就不认了？我认，我认，我认了还不行吗？什么叫还不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在我面前别强要面子。干嘛？我把它埋了。我还要把它挂起来呢。
给你的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很忙，工作没日没夜的，多吃点坚果养养身体。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没日没夜的那么拼。还是我们家花对我好。废话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哎，那姑娘真的是个好人，简简单单的刚来平安，什么都不懂。可如果你实在介意的话，我就跟老虎说说，把她安排到我朋友的酒吧去。干嘛呀？你真觉得我那么不通人情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表情，你是忘记你那天什么样子了吧？咱都说了，那天的事翻篇了。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他董虎也不敢再兴风作浪。是是是是是，全靠你。啊。哦。嗯，好吃，舒服吗？嗯，你别说，这劲儿还挺大，挺舒服。这都写了些啥呀？这都是外文，我也看不懂啊。这是我让我朋友在国外给我寄过来的营养品。好，好，看把你崔叔叔给美的。哎，静怡，你来看我们就挺高兴的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你们平常对我那么好，那我拿了第一份工资，当然要好好孝敬你们啦。这还有呢，崔叔叔，哎，我这个是给潘叔叔的，这是给徐叔叔的，你帮我拿给他们呗。好，静怡这孩子就是好，有良心。崔斌，哎，我那个眼镜呢？崔斌有事要跟大家宣布。哦，好。其实，也没啥事儿。说吧，快说。我升职了。杂志社升我当责任编辑了。你不一直都是编辑吗？哎呀，你不懂。他是助理编辑，现在升责任编辑，好事儿，升职是好事儿。那什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送静怡回去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慢点啊，你俩。喂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呀？你不觉得刚才那种气氛不太适合说这事儿吗？有什么不适合的？你搬走以后难得回来一次，别回头搞成对我的批斗大会了。至于吗？哎，等回头找机会再说吧。好吧。哎，明天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嗯，回来了，彪子。彪子哥。彪子，你女朋友这手艺真是绝了，我没忍住啊，就先吃了。哎，你也赶紧一块来吃，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。哎哎，来，慢点慢点。你说你也不给你女朋友一把钥匙，我回来的时候啊，人家在门口都等半天了。你看这一进屋，又是收拾屋子，又是做饭的，哎，好福气啊你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这就走。哎，彪子，你干嘛呀？小雪，怎么就走啊？一块吃啊！啊，哥，你吃吧，没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彪子，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怎么了？吵架了？坐得住啊，人都走了。哎，是不是你女朋友？大老爷们儿磨叽什么呢？我都着急，你愣着干嘛？你赶紧追呀！你是不是个大老爷们儿？看什么去啊？
我送你。给善良一个结局，给自己。